你如果用造价来清费里面的痰哈，这个任何的都不管它多老多陈旧的痰，多陈年的痰，十几年的痰在里面，赶紧通通清掉。好、啊，清痰的时候吃完它不会吐，从大便排出来。好、啊，皂荚一清从大便排出来，清出来黑的。好、啊，尤其抽烟的人，你吃那个皂荚一清，那大便都能清出来，还有烟味的。那你胃是酸的，那你如果说光吃皂荚一下去，胃就受不了了。所以我们会配合红枣，只要你记得保护胃，你就一定要加红枣在里面。好、啊。那皂荚跟红枣就配起来，就变成我们很有名的这个汤剂，专门来清肺里面的浓痰、浊痰、陈年的老痰。